这个你们要这样子休闲穿没问题，刚才配膝外这样子搭，配层次，配层次也完全没问题。然后这个针织背心啊 ，S 号到二 L， 绝对绝对袖窿胸宽，灰色。然后我的米白，大家不要抗拒米白，米白是三个色膝外都可以配，本身长度盖四分之三屁股。然后完全不会刺，二楼可以穿，而且它是有磅数的哦，不是很薄的针织哦。拉最高，拉最高，手袖袖窿要再塞衣服，没问题。而且双头拉链超棒的耶，上下它是双头拉链，这样子也非常可爱。对，而且它有做到那个帽绳，整个就是你搭起来的话，细节就非常的丰富。下摆也不用担心会勒，这个 S 号到二 L 都。到二 L 都完全没问题，而且有帽子超可爱。你们喜欢同色的话，就是咖配咖、灰配灰，然后黑配黑，都很好，都很好看。CP 值真的非常高，而且我个人是很推荐跟西装外套一起加。对，然后你们里面搭图案 T 搭条纹 T 都很好看。